彰化县公会主救济林瑞玲突病毒的疫苗大升级。彰化县政府编列经费，予县内所有国中三年的查某囡仔，拢会使免费注救济林瑞玲突病毒的疫苗。预计有5500名国中查某学生受到这项福利，实现完善公共卫生的愿景。那今年呢，除了国一已经升上国二，那又扩大接种的对象是国三的女生。那国一的部分呢，国一新生的部分呢，也配合国民健康署的新生的一个接种，所以我们彰化县的国中的1到3年级的女生呢，得天独厚，能够得到完整全方位的一个照护。那我们也希望彰化县的国中女生能够女孩子们能够健康活泼快乐的成长。彰化县政府推行国中查某囡仔免费注林瑞玲突病毒疫苗的政策，对一年到三年的县府完成全方位国中查某囡仔健康守护，远离子宫癌的威胁，降低着子宫癌的几率，让彰化的查某囡仔拢会当健康快乐成长。公益频道张华韵彰化采访报道。关怀电台台语配音。